大家可能都听说过有机食品，可是您听说过超有机食品吗？最近我国生产的超有机食品呢，引起了德国企业和科研机构的关注，双方准备共同合作开发这种比有机食品更加环保和绿色的食品。昨天，德国巴达食品机械有限公司、弗劳恩霍夫工业技术研究所与北京三安视频科技有限公司举行战略合作签约仪式。合作项目涉及三安超有机产品的生产、加工、认证、检验、出口贸易、国际市场开发等整套系统。德国巴达食品机械有限公司是食品加工机械发展、生产和装配方面的世界龙头企业。这次签约有望使中国的超有机食品进入德国乃至整个欧洲市场。我们之所以感兴趣，就因为三安食品能做到零农残，所以他们也进行了抽样检测多次，他们认为一开始他们不相信，但就是现在哎呦确实能达到这个要求，所以引起了他们高度的关注。三安超有机食品采用世界独创的生命信息技术，代替化肥、农药、饲料添加剂，从土壤、水质到种植、收获、储运等全程操控，真正做到了源头能控制，过程可追溯，质量有标准，无农药残留，无兽药残留，无有害化学物质残留，超越了日本、欧盟现行的有机食品安全标准。